大家好，我是 Ann，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一个还蛮好玩的自制型板。这个型板呢，制作的方法非常简单。首先，我们要先裁一张正方形的卡纸，然后接下来呢，把它的对角线先用铅笔画上线，然后在这张正方形纸的每一个边的正中间标个记号，然后一样用我们的铅笔还有直尺先画好线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只需要拿一个正方形的刀模，像这个正方形的刀模。我这个型板用的是这个刀模。好，然后正方形刀模我们对准放上去之后，对准我们刚刚所画的线，这个角落的地方，角角的地方，对准我们画的线，然后就可以过刀模。那第一个刀模过完之后，接下来再把它对准中间我们刚刚画的这两条线的四个角落，一样对准这两条线，再过一次刀模。过完刀模之后，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型板是长这样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可以玩我们的盖印。